实在是因为啊，最近我们店里面的那个餐券呢，有人在外面盗印，而且乱发。哎呀，这量还挺大的，所以不得已，只好先暂停一下了。哎呦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么小钱有人要贪？我们也没有料到啊，这没办法，只能这样了。哎，不过您放心，只要客人拿餐券来，我们还是照收。不过要请大家帮个忙，除了我们店里面发行的餐券以外，如果有碰到有人在街上兜售餐券，或者是乱发乱送，千万不要买，不要拿，那都是假的啊！那希望大家帮帮忙，告诉大家。那当然，不过你们这样赔很大吧？还好吧，谢谢大家关心了。那我这张啊，没关系的，我们收，好，我们收。哟，我这张是假的吧？不好意思，这我儿子给我的，我都不知道他哪里来的。没有关系，真的没有关系，我们都说了，只要客人拿餐券来，我们都收的。啊，这样对不起客人，不行。不行，你们是小本生意，我在贪这种小便宜就没意思了吧？我，来，给你65。哎，是。谢谢你啊，谢谢吴太太，谢谢您，慢走啊。老客人哦，还是很好哦。今天哦，不止吴太太这么做，我跟客人哦，好几个这样子解释过之后，他们都不拿餐券的，直接就给现金呢。所以嘛，谁说好人少了的啊？好人还是很多的。这几天呢，我注意到了，自从我们贴出公告以后，有些客人呢，本来来的不是这么勤的，最近也常常来消费啊，而且啊还跟我说，我们是朋友，所以要共体时间。最好是有人会说“共体时间”这个文言文呐、啊。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了。哎，不过想一想，我真的很感动。嗯。你看，这些客人把我们当朋友一样。处处关心我们，会关心我们会不会赔本啊，生意好不好？哎，真的很感谢他们。嗯，对啊，就是哦，我们把客人哦当朋友，哎、嗯，我们怎么对人家，人家就会怎么对我们，这个叫做好心有好报。怎么样？你想说什么？我是觉得你刚刚说的那句话很有道理。就是我们怎么对人家，人家就会怎么对我们。说得好，当然好啊。哎，我廖美香什么时候说什么事情没有道理的？对对对对对。对呀、啊。哎，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对燕子的朋友啊？既然你已经选择相信燕子了，接下来就剩下他那群朋友，那么我们对待他那群朋友的态度就很重要了。自己家的孩子犯错了，你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，你告诉他什么叫是非。别人家的孩子，尤其是像这样的孩子，你就只能提点。嗯，喂，张小妮，你还在睡觉哦？没有啊，我在看书了。什么？你在看书？你怎么可能那么用功？你在看什么书啊？好了好了，我在看漫画了。哦，我就知道你在看漫画书。哎，我问你哦，平常哦，燕子他们都在哪边练习啊？你问这个干嘛？哎呀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你赶快跟我讲他们在哪边练习啊。妈，你是不是要直接去问燕子跟他的朋友？那个钱哦。哎，我会那么三八吗？那你到底问这个干嘛？啊，你到底讲不讲啊？好了好了，就城市舞台那个地下道啊。可是他们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哦。好了，啊，你自己那个歌也要练哦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了。那该不会要去质问人家吧？那这样以后见面不是更尴尬吗？哎妈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。啊，哦，对啊，我是关强尼。啊，试镜，啊，什么时候啊？那我要准备什么吗？哦，下礼拜三，嗯，清唱30秒。哦，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，啊。
那好，拜拜。Yes， 要去试镜了。可是一个人要去试镜，好糗哦。如果又长痘痘怎么办？怎么了？不问燕子他们在哪里练武干嘛？本山人自有妙计。啊？哎，光耀德，如果等一下我出去的时候啊，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？那当然，一个人在店里当然没问题啊。好，那我就不啰嗦了。我现在要去危机处理。我。店长，你们那个乖宝宝不会来了？干我什么事啊？可是他还蛮好笑的。那你去找他。可是他不是也要去比赛吗？这样不练习没关系哦。他哪位啊？我干嘛管他有没有练习啊？反正我没有报名，我们自己去比就好了。而且他本来就不是我们这一挂的啊。汪妈妈，那个胖胖的欧巴桑就是关键的妈。他现在直接杀过来是怎样？是想逼我们钱是谁拿的吗？原来你们大家都在这里哦，真的是啊，我不光那照个早疗光、退疗光哦，不要紧啦哦，这个只要我的三明治不要坏掉就好了啦。哦，你们大家练唱练舞哦，真的很辛苦哦。我带了一些饮料跟三明治，你们大家吃哈、哦。啊，我忘了自我介绍，我知道了，就是那个怀疑我们是小偷的关强林他妈。上次的事情哦，真的很不好意思啦。妈妈，你不用不好意思，只是我们这些人当中，真的没有人拿那笔钱。我就是哦，个性太急了啦。我被关强你的奶奶还有爸爸哦臭骂一顿呢。他说哦，我没有证据啊，就去冤枉你们。其实哦，我是真的自己哦太迷糊了啦。那些钱我找到了。在我的口袋里面啦、啊、真的太好了。所以哦，我自己做了三明治哦，给你们补充体力啊。好、哦、那你们吃。谢谢光妈妈，不要再生气了哦。那我回店里面了。好、哦、加油加油加油。好，你们好骗呢，这个三明治被人收买了。以前乌鸦不是小偷，后来他自己弄错了，怎么还举三明治来跟我们道歉？那以后我们顺便到路上找个人揍他一顿，照样很合理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打错人了，这样不就好了？你在胡说什么、啊？我哪有乱讲啊？这明就一样的道理啊。一样在哪？那天下午只有我们是外人，人家怎么可能不这么想啊？而且，妈妈其实来问我的时候很客气耶。好，他现在发现他自己做错事情了。但是他带三明治跟饮料来跟我们道歉，难道这样还不够吗？你不爽，你不想吃，那是你的事情，但你没有必要讲一堆歪理，叫大家也不要吃啊！到底想证明什么？